周末有空吗？我可能要加班。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感觉已经好久不见了，要不要出来坐坐？好啊。喂，你好，综合四组。怎么了？李总叫我。一秋。没事，去吧。这回完了，迟早的事儿。请进。李总，哎，一秋，进来进来，坐。乌龙喝得惯吧？太麻烦了吧？不麻烦。您找我什么事啊？一秋啊，有的事儿吧，这个老吴可能不方便讲，我呢，多管闲事儿。告诉你一声，你之前负责那个项目，被风控给驳回了。